真不愧是闻名遐迩的莺莺仙人呢。元璋，我都失恋了，你还来笑话我？哎，飞爷，我是怕大雪封山，以后啊，就再也听不到从你眉山君这儿流出的八卦奇闻喽。没心情说八卦奇闻。那好，你继续毒死人，我去找别人打探这位姑娘的身份。姑娘，你别着急走啊，说来听听呗。积潭音，哎，你不在思慕神女移情别恋了？哎，那你别管，只需帮我查明来历。要我说，他肯定倾慕你，才对你死缠烂打。哎，你别吓我，快查。哎呀，你不说点细节，我很难办呢。有狐一族上古时期侍奉天神的琼浆玉液，醉生梦死。对，本给你留了两坛，不过……别急呀、啊。